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刚才在台上陪伴永贞的一直是王爸爸啊，对对对。然后呢，我们也问了永贞，永贞说他也没有女朋友，所以感觉在他的世界当中，应该一直是和自己的父母亲、亲人在一起。您现在是作为他的朋友出现，我们也很好奇你是怎么跟他成为朋友的。就是我和王永贞是2011年的这个快到夏天的时候，在现实生活当中见到面，我看到王永贞真的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简单，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人。其实王永贞的病症，我想跟大家先介绍一下，科学家叫做阿兹伯格，他专门去研究一些高功能的一些就自闭症的患者，后来就像王永贞这样的孩子被称为阿兹伯格症，就孤独症谱系当中的阿兹伯格症，就是这样的孩子在全世界呢，也有很多，但是相比之下，那些不会说话的孤独症孩子更多。我就跟王永贞说，如果有更多人知道你的话，你更有影响力的话，你要做什么呢？用这些影响力呢？用这些影响力来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人，来让他们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，让他们得到更多媒体、更多的人们的关注，这样能使他们的未来更加美好。咱们就说你们俩的交情啊，好朋友是吧？嗯。那如果是好朋友的话，你跟我们说说王永贞的爱好是什么？除了记数字、背地名、说英语之外，还有吗？他喜欢唱歌，他唱歌也可以。嗯。您这不属于挖坑型的朋友吧？挖坑型的。不，他唱歌还可以，你唱两句。永贞能给我们唱两句吗？嗯。迎接另一个晨曦，带来全新空气。气息改变，轻微不变，茶香飘满情意。我家大门常打开，开放怀抱等你。拥抱过就有那默契，你会爱上这里。不管远近都是客人，请不用客气。相约好那在一起，我们欢迎你。哇，厉害。我想问一下虽然我们也见过比如最强大脑上有很多博闻强记的人哈，但是你是怎么记住的，能告诉我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看着看着这个回忆回忆，这个看着看着回忆回忆什么叫看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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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忆回忆就想起来了，是你是那种图片记忆法吗？这个具体我们这说不准。 sorry, 有方法还叫天才吗？你问的这个问题好俗啊。这么低啊。今天主要是我全面暴露智商低下的一期节目。从开始到结束。所以问王勇吧，就是你应该接触的不止他一个。
觉得还是个天才比较好。